那肯定私下这么说一说啊，我还会当着翔哥面说这些吗？我肯定当着翔哥面，翔哥长，翔哥短，翔哥牛批，翔哥坏坏撸你管管，对吧？防御塔是傻逼。谢谢 Michael 老哥的魔法球和魔法指环，前两波兵还是正常补就行了。就前两波兵还是正常补，我们家这把一个符，然后我出门少买了个树枝，所以钱跟那个平时是差不多的。买个瓶子过来，把兵勾过来，他这个要用那个 E 补刀的。下兵，不太好压他的，他只要三级了就不好压了。你打雪人，你想打压制就是三级前，知道吧？前两级的时候，三级以后就压制不了。前这也不是压制不了吧？两级以后你打压制就护穷。不过我不舍得其中，我想等个血，买个眼。杀只鸡。我操，极速符，我傻了。不会吧？哎，我打你妈！过来找我，过来找我。意见一致。别了，别来了，兄弟，哥，有话好好说，别瞪鼻子上脸的，一天到晚。
给我留个赏金符。这个给我，这个给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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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。蓝炮在下，蓝炮在我这儿。早上好啊，四爷，好久不见了呀。我操，封印者分布又好了，这么屌。蓝胖买的，附身的精灵使我前进。我只愿他了，我只愿他了。Ha ha ha.